团于昨日在巴德区某餐厅办理大型餐叙活动，本分级已于事前进行强力约制告诫，不得于会场中出现与黑班相关之服饰及旗帜等物品。当日动用数十名警力，针对与会人士主动个别拦截、盘查、辨识、查证，以查明由黑帮分子聚集或其他不法情事，相关收证影像将报请地检署认定，如有不法，必定依法从严就办。